的士铲入吊臂车车尾，车头严重损毁。现场在铜锣湾告士打道，星期二晚八点几发生两车相撞意外，造成一死四伤。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，就第一次。因为我当时很着急，后来我怕后面有车再撞过来，我就把尾箱打开，把尾箱里的杂物搬到路上去做障碍，然后我叫他们打999，然后我就叫了几个男士，还有一个女士，一起帮我把车里的人唤醒，然后其中救了一个小女孩在中间位置，就是在司机跟乘客的中间位置，有个小女孩脚也卡在里面，头上已经破了，然后先把她救出来，放到后尾箱。其他的那几个两个女性，还有一个男性，一个男性乘客在副驾驶，司机没有反应，我们叫了很久也没有反应。意外之后，的士司机和四个乘客都被救出，包括一个女童，当时全部陷入昏迷，伤者分别送到玛丽医院和律敦治医院抢救，其后的士司机证实不治。